蓝色妖精你不爱，非得在渣男身上找存在。我们都知道啊，蓝色妖精一时钟情小美，但是我个人觉得真正配得上蓝色妖精的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战神里唯一的女生粉色蔷薇。你可以不喜欢我的盖世英雄，但是你不能看不起我的金色传说。すごい。前面我们已经捏了很多的颜色战神啊，今天我们就来还原这位女战神。王凯，人家可是女孩子，你要是敢捏的不像，欺负人家，我们电妖大军今天就占领你的评论区。哎呀，各位心堵啊，天天电妖嘲讽，我脑子都快被你们摇傻了。我们今天发点别的好吧，只要在弹幕区发送鲸鱼，就能获得一群小鲸鱼啦，是不是很好玩？快去试试吧。种族这里呢，我们选择人族女性，粉色蔷薇这身材简直就是女神，一双比我命还长的大长腿，身材就和蓝色妖姬一样啊。身高选择最高，体型选择偏瘦。至于肌肉嘛，粉色蔷薇的奔跑能力也很强，大腿小腿的肌肉添加一点，没错，就是这种感觉。接下来给粉色蔷薇挑一个合适的脸型，可以看到啊，变身后的粉色蔷薇高冷气质呼之欲出，姐就是女王，自信放光芒。那这种可爱脸就不适合了，我们选一个高级脸。这你别笑，有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哎，这个脸型不错，颜值在线还很高冷。兄弟们，这次我有信心，只要你们来个长按点赞，粉色蔷薇我绝对捏得一模一样。说到话谁不会啊，我们还是先下次一定吧，要是你捏得像，我们保证改成点赞。哎，行，都不许耍赖啊。好好好，接下来呢就是最难的一步，还原粉色蔷薇的头发。视频里可以看到啊，粉色蔷薇的长发挡住了左边的半脸，游戏里虽然也有这种挡脸的发型，但是很可惜是短发呀。最后啊，我还是选择了这一款长发。瓦卡，这头发不还是露着脸了吗？你这捏的完全没有灵魂好吧。哎，别急，让我先想想办法，既然没有同款发型，那我就自己创造，找找看道具里有没有适合当头发的。哟，兄弟们，我找到好东西了，你们看这个像不像头发？我看你的小脑袋瓜一定是热昏头了。哎，现在看着不像啊，你等我改完再看看。选一个羽毛装饰，把宽度长度拉满，再调整一下位置，让羽毛这部分正好挡住左边脸。马卡，你这个圆弧压根也不像是头发呀。啊，对对对，哎，没关系，我再添加一个，同样也是调整位置，让两个羽毛装饰重合一下，正好可以挡住左边的脸，这发型不就可以了吗？这是什么作品啊？王卡，咱这可不是恐怖游戏啊，你好歹捏的有个人样行不行？天，等我上完颜色，我让你心服口服。粉色蔷薇顾名思义以粉色为主，我们先把头发改成粉色，前面充当刘海的道具颜色也改成和头发统一的颜色，怎么样，这下应该像了吧。你别笑。接下来还原一下粉色蔷薇的衣服啊，游戏里的女性角色没有西服，那就用这个学校休闲外套代替一下。视频里可以看到啊，粉色蔷薇衣领处有领结，正好道具里有蝴蝶结，调整一下大小和位置，用来当领结再合适不过啦。再来看粉色蔷薇的裤子，感觉和游戏里的光滑紧身裤一样啊，在太阳底下还能反光，一个字绝。那后面的上色就简单多了，把衣服改成淡一点的粉色，领结就改成视频里的黑色。哎，等会儿兄弟们，我才发现粉色蔷薇的裤子居然和衣服不是同一种粉，没关系啊，这还能难住我吗？瞧瞧这颜色搭配紧身裤，是不是完美还原粉色蔷薇的质感？那身为一名颜色战神，一双黄金切尔西也是必不可少的。但是粉色蔷薇的鞋子感觉更像是宽头的小皮鞋，正好这里有一双平底鞋啊，颜色改成黄金切尔西同款，这样一来粉色蔷薇就大功告成了。怎么样，这次捏的够像吧？那个啥，是不是也该给了？